饭跟意大利面，如果你要做焗烤就是65再加30。试一下那个鲫鱼米花，然后咖喱饭啊，咖喱饭吗？哎，对，咖喱79。对，然后我要焗烤，焗烤那就是咖喱炖饭了，因为它只有要咖喱炖饭这里，它只有炖饭，那咖喱饭的话没有办法焗烤。对，只有咖喱炖饭，咖喱酱然后炖饭才能做焗烤。假如说你选主餐咖喱饭，没有办法做焗烤。嗯哼哼哼哼。OK， 那好吧，那就是炖饭，但是跟说一下这个饭哈，我不喜欢吃太硬，我怕那个炖的话炖的太米心太硬，我吃不下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你要咖喱炖饭加鲫鱼花。对对对对。对对对。你几岁啊？9岁。9岁啊？你怎么那么厉害？阿姨教的好。哦，阿姨教的好，那个阿姨？那个阿姨。哦，那不是你妈妈啊？不是，是啊，那你是在这里打工啊？帮忙、是啊，还可以领薪水吗？不行。啊？不能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满16岁。哦，是啊，那你帮忙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来帮忙？因为可以换吃的。哦，那你可以来换吃啊，所以你是在这里什么补习？上课？在这里帮忙。不是啊，你是住附近啊？对啊。哦，所以你帮忙就可以换一顿饭吃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烤吗？对，我要焗烤。可是焗烤咖喱炖饭加鸡米吗？对对。要辣吗？哎，可以，可以辣。对对，可以。谢谢哦。这个要收的吗？啊？这个啊。哦，他可以给是吗？对，就是你可以先打电话了，然后可以不用等那么久。哦，可以打电话是不是？是。OK OK， 好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你。什么？焗烤要烧等一下。焗烤啊？哦，要等一下是不是？OK OK， 好，谢谢。